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哥哈，卖狗不报价，生意做不大哈。今天是8月16哈，第一单一个粉丝啊找我买一条边牧哈，是730大围脖的哈，要求呢和预算呢都在1500以内哈，正好这条狗狗哈300大围脖1500，咱现在就去给老板砍价去哈，走。来看一下哈，咱今天帮粉丝拿一条这个边牧哈。300大围脖的哈，粉丝的要求就是300大围脖，预算1000多点儿。老板，你报一下这个嘞，是这个母的吧？是吧？是的。300大围脖吗？对。哦，重改的哈。对，重改了啊，兄弟。行不？我说那个价。多少钱？1500。不行。我真没少给你。哎，我给别人都1800，你拿就1700。啊，拿就1700，别1700了，1500我不给你磨叽了，我不给你12001300了，不行，我来了好几趟了，你不给我便宜的，不行，啊，你再给涨100块钱，1600，我给你涨不了了，最低1600，还1600嘞，1500我现在要你检测，我都买来了，啊，1500都不够那啥的，你看你，我再帮你买其他狗，又不是不合作了，白事啊，行行。又不是不合作了，你看，换失败，把它顶跑跑。你看多好哎！多好都不动。不动，它头一天长在那海上，你看看好不好？你看看。哦，你把它抱过来吧。哎。走路没啥毛病就行。来测一下吧，来，哎，漂亮，漂亮。你给我介绍一下，你家柯基了，还有这些狗都啥价？柯基的。啊。柴犬是1500的。柴犬1500了。跟广东土柴一样，比格呢？比格选8张，哦，这个开脸的哈，这个比格还能便宜吧？能。这个你看，咱选的是边牧啊，特别欢适啊。过来，这个边牧啊，早上我给那个老板谈了啊，这老板一直跟我说是1800，咱现在就是1500啊。这个小比格呢？啊，小的哈，我给别人，你报一下来。啊，我给别人的话都是600，给你哈，一步到位就是500块钱。这个比格，对，满背的哈。对，你看漂亮吗？这是公的母的，小公。公的。这个是500，那个大的呢？大的。一样线，一样线。两千不行，这个还能多拿吗？那大的那个600。大的多少呀？600。哎呦，一样线完事了呗，这个好看。这是黄头的啊，550，也是公的哈。好嘞，有要的我都过来啊。你的边牧，这个，咱选是这个吧？哦，这是公的。我选那一个了，这个。来，那你先测吧。行。测一下啊，有问题我就不要了啊。行。来关注一下，来关注一下啊。看一下，咱检测结果是健康的哈。刚刚测完啊，都是一条线啊。这条漂亮吧？来来来，客服把它拿走吧，1500把它拿走了。这个啊，不闹了，很明显的了。300大围脖了哈，这都重改了。拿走吧，给我发货去吧，放同一部哈。有要的咱再来哈，他其他的狗都没那么贵了，知道吧？这个稍微贵一点，这个贵一点，这是公的哈，这个又小，里面是最后一只，就是这一窝里面生的是最后一条，这样的便宜。上的就1000左右哈，其他的也就便宜了哈。来关注一下，来关注一下，咱现在接着去给粉丝淘狗去啊。看这有比熊啊，喜欢什么狗说一下。到时候小梁哥帮你砍价选狗啊，选的品相都得好，而且价格实惠啊。看一下，来关注一下吧，今天就到这里哈。